关羽陵墓曝光，沉睡2000年的青龙偃月刀重见天日。据报道，关羽陵墓已经被开挖了，当时挖的是位于江南的关羽墓，是传说中只有身体没有头的关羽尸体所在地。工作人员开棺后，不但找了传说中关羽的无头尸身，还有关公生前使用的青龙偃月刀，同时更发现墓中还有两具女性尸体。除了关夫人曹月娥之外，那另一具女尸是谁呢？有人说那就是三国时闻名天下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。为什么会成为关羽的小妾呢？根据历史传说，曹操打败吕布后，貂蝉落入曹操之手，后来曹操叫貂蝉去勾引关羽。其实貂蝉是真心喜欢关羽这个大英雄的，但是被其严厉指责。后来貂蝉在其面前自刎，后来刘备感叹貂蝉作为女子也是性情中人，于是将其与关羽合葬关林。因为安葬关羽首级之命中外之名度甚至盖过捍卫洛阳城。实际上关林是因捍卫洛阳城而来，关羽首级之所以被送到洛阳，是因为曹操当时在捍卫洛阳城三分天下之时，关羽的死成为撼动三方的大事。孙权曹操为此大动心计，孙权挖了坑，曹操却不往里跳，反而让孙权自己掉进坑里。他厚葬关羽，为曹丕顺利接班定都洛阳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。洛阳有种说法，